2024年度施政报告，施政重点：高水平推动澳琴一体化建设，特区政府扎实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，持续深化澳琴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，加快推动澳琴政策通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充分融合澳门和横琴的各自优势，构建富有澳琴特色的产业发展体系，实现澳琴产业联动发展，拓展澳门品牌工业的发展空间，促进澳门国际机场、澳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参与澳琴一体化进程，进一步创设条件，支持和鼓励澳门居民在深合区就业、创业和生活，致力在深合区成立3周年之际交出满意答卷。